传统也可以很流行，好听没有那么多界限，用多元的音乐风格为民族音乐注入新的活力，让传统成为流行。我是华晨宇，我在春天等你来。春天花会开，歌城东方来。3月11日起，每周五晚8:10，海天黄豆酱，春天花会开。